可惜可惜。好，来第二位，十六下，那也安呢？多少？八，五下。谢谢三位漂亮的女生，谢谢。好，没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那个身体重点的，恭喜你。OK， 那呢，我们现在呢，因为恭喜你得到电臀女郎的第一名，我们先一起来欢迎我们的高雄市的副市长林永德副市长先上台跟大家说几句话好吗？等一下呢，也要请副市长呢颁奖给我们的电臀女郎的第一名。是我们欢迎副市长，欢迎副市长。这边好不好？这样画面看起来比较均衡平衡一点点。好，这样子画面 OK 吗？好，我们可能要再往中间一点点，对，然后有些可以来，哎，你可能聚集，好，我们往中间聚集一点，画面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好 ，OK 吗？这样子 OK 吗？好，好，那我们准备看舞台的正前方，小妹妹，小妹妹身高没那么高，来，我们在旁边好不好？哎，来，工作人员协助 BB 一下，帮我们拍一下，对，谢谢。好 ，OK， 好，画面非常漂亮。我们现在呢，看舞台的正前方，一、二、三，好，拍了第一张之后，我们要把脚踏车秀出来啊！好，来，我们的现场的贵宾还有得奖的朋友，不要动。好，好，我们现在移一下我们的电动辅助自行车，对不对？哎，今天把这台带回家了，好幸福！来，我们大家再往中间聚集一点点，来，妹妹蹲前面，啊，来，这位漂亮的也蹲前面，好，啊，我们往中间聚集一点点，好 ，OK， 来，大哥，我们往旁边站一点，好不好？好，来，我们看舞台的正前方哦，一、二、三，右边的相机看一下下，比个赞好不好？我们的奇迹就是惊奇，一、二、三，舞台的左手边的相机，我们来看一下。一、二、三，给我们的奇迹就是惊奇一个赞，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各位的贵宾，也谢谢漂亮的各位女士电动女郎，好，谢谢。好，那我们现在请贵宾呢可以陆续来回座了。是的，我们刚刚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进行的呢就是电臀女郎的第一名的颁奖，刚刚看到